英法族想当个不倒翁，防跌就从运动做起。中咳嗽风里邀请专业老师教大家运用弹力带做简单的健身操，加强肌耐力。看起来像是洗澡的动作，有助于伸展肩膀和手臂的肌肉力量，有效增加身体平衡和稳定性。反过来，然后上面呢，这样子拿，如果你家里有毛巾，用这个方式，然后呢？ 你要能够斜角哦，阿力卡路有前皮哦，由上面哦这样子。老师个很热心的教我们，好棒哦！今天第一堂课来学，觉得很好。这个拉筋，拉筋在我们的筋骨很好，从乐趣中去得到健康，哈，然后也去影响他的周边的亲朋好友，然后呢一起来健康的活，过快乐的晚年。 然后我是希望说，这个活动能够感染更多的长辈来。台湾人口结构近年来快速老化，老人照护问题越来越受到重视。透过社区关怀据点，关怀英发长辈，带动爷爷奶奶健康促进，要活就要动。不过也提醒长辈，在运动时应视自己的身体状况，逐步训练，才能有效增加身体机能。数位天空新闻综合报道。